你就是江医生介绍的按摩师吧？是的，我叫女当。你好，我是这里的管家孙小爱。苏阿姨情况还好吧？倒没有伤到骨头，就是肌肉拉伤比较严重。那她什么时候可以下床？下床没问题，但尽量多练一段时间。好，那我们上去看看她吧。好。 之前因为苏星的事儿，我们就忙活了大半天，现在陆亦伟又跟粉丝搞绯闻，你说我们的节目怎么那么倒霉啊，贾老师？这未免也太巧了吧！哦，对了，刚才 Style 那边来信息说他们想推齐月和朱莉做 CP。这个 Peter 真把咱们的节目当成他推新人的平台了。其实我倒觉得不是不可以。 哎，你想啊，那个苏欣现在劲头少，陆亦伟又在搞绯闻，咱们节目干净的嘉宾就只有齐越和朱莉了。齐越条件那么好，很有可能会爆红的。一旦他爆红了，上了我们的节目，那我们的节目不就翻盘了吗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但朱莉不行，这么多年一直不红，还不如那个潘佳宁呢。这样，你啊。 去联系一下夏瑞，你问问他，咱们找齐越和潘佳宁的CP，问他能不能接受。如果可以，现在就多补录一些他俩的镜头。这个潘佳宁今年可是有两部大戏要上，这势头比那个朱莉要强多了。让郑友现在就设计桥段。行，啊，那您到时候来看我们录影吗？我就不遭那罪了。我现在一想起 Style 的艺人啊，我浑身脑仁疼。 咱们现在啊，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啊，我休息一会儿。不行不行，不能马上停下来，往前走一走吧。哦。哎，晚上 Peter 叫你干嘛呀？带我去可不可以？可能不太合适。 因为 Peter 特别强调说，要我先垫垫肚子，我才又是酒局。你别去了。那好吧，不过最近有可能会总来找你，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工作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小薇。哦，我在健身，怎么了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好，拜拜。 怎么了？小薇说，我就是我，明天还要补录。嗯。哎，没有人跟我说，那怎么？估计是你演的太好，不需要补。是吗？嗯。那我明天陪你去吧，我去给你探班。那太棒了。我们再来做一组核心吧。好的。 行了，就这样吧。苏阿姨，今天的疗程结束了，您感觉如何？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你可以下地适当的活动，但是不能沉重，也不能摔倒。哦，知道了。小爱，嗯，叫他下次别来了。 服务有什么问题吗？一个小时1000块钱，我要是再让他给我服务，那我才是真正有病了呢。赶快把他打发走。知道了。我送你下去吧。这边请。今天辛苦了。我应该的。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来方便吗？明天暂时不用来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 是不是病人感觉不舒服？我一个疗程还没做完，回去怕是要被投诉了。你别多想，苏阿姨平常待人不错，她不会投诉你的。她不喜欢按摩，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，对消费习惯有点不同。你的服务没有问题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吧。 记不记得叔叔跟你说过，
奶奶受伤这段期间，你要像个小男子汉一样照顾好奶奶，啊，千万不能让奶奶生气，明白吗？来。那我就一定不能吃披萨了。那样子的话，奶奶一定会生气的。嗯，真乖，知道替奶奶考虑。那什么呀？这是我生日晚会的邀请卡片，在上面签过字的小朋友都会来参加。小爱阿姨叫我画的哟。难怪你这么高兴。不对，今天最高兴的事就是女朋友去上击剑课了。小不丁，今后叔叔一定会多抽出时间来陪你玩的。奶奶说过，男人都是以事业为重。我十分了解你的处境，你生日晚会能陪我的话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好的。找什么呢？小爱阿姨呢？小爱阿姨，小爱阿姨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啊。那他在我生日之前会回来吧？他答应给我办一个《哈利波特》的生日晚会。小不丁，听话，咱们呢，就先不办什么《哈利波特》的生日晚会了，让叔叔给你办一个主题晚会，好不好？比如说，变形金刚主题的，还有什么主题的，只要你喜欢，叔叔都为你办。对了。你同学喜欢什么明星，叔叔都给你请过来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不要这种生日晚会。小不丁，你刚刚答应过我的，要乖乖的，要听我的话。哼，答应做我不做数。小不丁，给苏阿姨买的扫地机器人，它还干净，这24小时都可以帮她打扫。看着就不便宜呢。嗯哼。你不是生我师兄的气吗？怎么，想通了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！我决定从长计议。再说了，苏阿姨现在受伤，小不丁需要人照顾。我既然都答应要做他们的管家了，我就要负责任。你签合同了？嗯。太好了，我可以让一航回来。你说什么？没事啊，我是说你的大方会感化我师兄的，这样一航不是也能早点回来吗？哼妈，哎，你腰好点没有啊？我没事儿。小布丁还生气呢吗？就是不理我。哎呦，这个孩子这个倔劲儿啊，
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你趁早让孙小爱回来。小爱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苏阿姨又出什么事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孙小爱，就因为你，我妈现在一动不动躺在床上，吃饭上厕所都是个问题。你呢？啊，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一声不吭就走了，好意思吗？不是你赶我走的吗？我赶你走你就走啊？一个老人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，还有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等待你照顾。你作为一个专业的管家，能不能用到同情心？有没有一点爱心？有没有一点职业操守？我昨天已经去看过苏阿姨了，按摩师说她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，而且我还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，可以随时保持家里的地板干净。还有，合同我已经签好，我要去给苏阿姨和小布丁做饭。哎，等等，我再加上一条，如果甲方找不到下一任管家的话，乙方不允许单方面辞职。你这属于霸王条款。霸王条款又怎么样？我想你弟弟应该很急需当事人的谅解吧。嗯，我说你同一件事情要拿来威胁我几次啊？招不怕了，管用就行。喂，姐，我今天能回家了吗？你出来了？我昨天就出来了。好，你回来吧，我在家等你。一航，好嘞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效率多高！你一签字，你弟弟就出来了。不许我辞职是吧？没问题啊，到时候你就不要赶我走啊。六哥妈，信哥，可以帮我签一个名吗？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你。不签算了。谢谢谢谢信哥。笔。哦，哎，笔。现在知道你新歌很红了，啊？当初干嘛呢？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多少人想到我家工作，他没这机会呢，自己不好好珍惜。是是。哎，看我干嘛？我知道我很帅。哎，你眼睛上面好像有个东西，这边这边。别动，我自己来。啊。哪儿啊？好像是睫毛在眼睛下面的。对对对对。还有啊，啊！笑什么？那边也有，这边也有，不可能啊！哪有啊？你对我做了些什么？啊！你做的这是什么？我没有。你做了些什么？小阿姨，我的功课都完了，我们可以去做小精灵了。好，当然好，你好乖，我材料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叔叔，我可以去吗？我们能去吗？叔叔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没事，还没 OK， 放疗养。啊，去吧，去，走吧。走，你姓张。这件衣服我很喜欢，活动完之后送给我。嗯，
孙璇，啊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啊，把这衣服给我熨一下，记得要一丝褶皱都不要有。嗯，别看我，熨衣服去。甜汤真是太棒了，简直可以跟星级厨师媲美了。你喜欢，我可以经常做。孙小爱，怎么了？不是按照你的要求，每一丝褶皱都烫得很平整。哦，小爱太能干了。苏星，快来尝尝他做的这个甜汤，简直太完美了。不吃，先分。谁们玩，嗯，你们玩，好好玩，小布丁，看好你哦。嗯，看这个，披上这个。干嘛？休战。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。你这就没意思了啊！今后咱们还是要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和生活的，对不对？老话说得好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再说，你不要以为我没有招弄你，我是为了家庭的和谐与安定。好好好，我再退一步。缩短你的试工期，你也希望我早点发微博澄清吧？嗯，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原谅你了。不是没有你通告吗？我来给齐月探班。哦，你是来探班的，那麻烦你把车往那边开吧，这边是我们的艺人专用停车位。丽丽姐，你别这么叫，毕竟你还比我大呢。哪有，您毕竟是前辈嘛，叫您一声姐也是应该的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工作人员不懂事，还敢跟您抢车位。走走走，我们进去。
哎，我那个车里有个袋子，去帮我拿出来。好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上次录制完，本来想叫你一块儿出来玩的，可是我都没有时间，还有好多戏等着要找我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，不会。佳佳来了，那这样，刚好今天录完像我做东，晚上咱们聚一下。最近录像辛苦了，别客气。孙老师好。哎。这个呢是我亲自做的，上次补录感谢您照顾。是给你做的，我的。哎，丽丽姐，你可真厉害，这蛋糕看着可比外面做的还好吃呢。你真应该开一家蛋糕店，你更擅长做这个。周丽呢，之前演过一个西点师傅，她肯定是为了那个角色做了充足的功课。朱莉一直是这么认真。郑老师，哎，我们一会儿什么流程呀？哦，是这样。我呀，回去机房看了一下咱们几个剪辑的素材，哎，我发现你们两个人虽然不在一组，哎，但是那个互动萌萌的，我认为一定能炒成话题。你看啊，咱们今天节目呢设置成了这种爱心情侣料理，啊，然后呢现场在录像的时候会突发一些这种应景的这个情况，看看二位如何应变。我反应能力可最差了，还请月哥多照顾。没问题。那我就先去补妆了。来，佳佳，这边我带你去。凭什么呀？他们就是爱心料理，我就是黑暗料理，太不公平了。小V，以后录制的时候啊，多拍点照片发给 Peter 哥。嗯。他们这是明显的要捆绑咱们家艺人炒 CP， 你去把这些东西给工作人员发了吧。朱莉，很好吃，谢谢你啊。我宿醉了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，刚才血糖有点低，你好贴心啊。啊，昨天晚上怎么样？慢慢来吧，刚开始都是这样子。好，可以来，各部门准备，我们准备录制了，修补。那我先准备录了，拜拜。郑老师，哎，您看我都已经来了，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录的，我可以帮忙。哦，哎，月月，咱们还有角色吗？哦，有一个临时演员没有来，是演服务员的。要不您来个服务员？是这样的，我下午还有通告，可能时间上来不及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拜拜。来，准备。喂，我看到了，用工作室账号发微博澄清 L 男星绝对不是陆一伟，如果有人造谣，我们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行了，我大概知道是谁搞的鬼，不用查。嗯，大明星，有时间见一面吗？咱们叙叙旧。佩佩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虽然当初你离开 Style 去了十一，
闹得有些不太愉快，可我们还是朋友。既然是朋友，不妨有话直说，没关系。既然你开门见山，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。当年敏娜力推你进公司，我就想亲手带你，可是 Peter 一直不撒手，结果还把我挤兑的不得不离开 Style。不过这几年看你发展这么好，我也替敏娜感到欣慰。说句实话，我不知道 Peter 是不是有别的想法，居然能让你闹出这么大的新闻，被老姜那种人利用。如果我是你的经纪人，我压根儿不会让你接老姜这种戏的。你想做什么戏，演什么角色，我都清楚，而且我知道 Peter 是不会给你这些机会的。这俗话说嘛，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话，我是第一次听。不过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。空白支票，没想到我在你心里还真的这么值钱啊。姐，在我印象里，你没有这么严肃啊。我这么想你，你想不想我吗？你一走两三年，这之中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偶尔几个短信、几张照片，你还认不认这个家啊？你别说话就跟80年的电视剧似的，好不好？我当初不想上大学，更不想学金融了，都是爸妈逼的，而且你还是帮凶。我要是不逃跑这几年，难道我要断送我的青春年华吗？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好好坐下来沟通？你们听嘛，要是没有我逃跑这几年，你们愿意坐下来听听我真实想法吗？啊，都说为我好，但你们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吗？就跟这次一样，你一样没有领情啊，照样把我丢到派出所了。我要不是运气好的话，我估计我现在就坐牢了。小爱，你不知道我今天有多惨。我不打扰你们姐弟相聚了，你别走。过来。我问你，孙银行被放出来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也是想让你先把那个合约赶紧签好了。可是你看现在结果挺好的，银行也出来了，你也有了高薪。而且随时有机会让我师兄给你道歉，这是一箭好多雕的，是不是啊？虽然过程里是有我不对的地方，可是结果是好的吧？姐姐，你不知道我今天特别惨，让人欺负了。我要是再不讨好我师兄的话，那我以后真的就没有资源了。生气了，姐，我以后会多回家的，然后有什么事我都跟你商量，好不好，姐？别生气了。好了，你别闹了。肚子饿了吧？想吃什么？我去做。
我要吃米粉，大份的。我要吃减肥餐啊。知道。哦，对，姐，嗯，我还邀请了一个朋友过来，多做一份吧。你在北京有朋友？孙一航，你请朋友上我家来干嘛呀？打死你 ！Hello， 是你，小霸王？不对啊，跟我语音的是个男生啊。啊，师傅，你来了。小霸王，你们认识？进来吧。好。我来吧。你知道，当初我见 Peter 的时候，我在他心里值多少钱吗？一文不值。我们两个能走到今天，你觉得我是会因为钱跟他在一起吗？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消息，不过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，我是不会离开 Peter 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你怪我把米娜送出国，那你又知不知道这些年是谁挡了米娜回国的路？我听到什么消息确实不重要，但重要的是你拿皮特当兄弟，他拿你当兄弟了吗？哎，告诉你们啊，导演休息，就你们这种二把刀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谁是二把刀？我是演员。走。行，导演。小朋友，我告诉你啊，要先弄清自己几斤几两再发脾气。行，哎，行了，行，导演，你不好意思，您忙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行。哎，行。哎，凯哥，给您倒上啊。我敬你，凯哥。哎，凯哥。苏苏这个角色的事情啊，就全拜托您了，干了。对，凯哥。那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会替你们争取，但具体能不能上，还是得听人家导演。对，哎，但是呢，凯哥你。您太谦虚了，谁不知道您啊？您是那个副导演行业里的老大呀。凯哥说句话，那导演都得让三分啊。来，凯哥，我给您倒上啊。哎，我再敬您。哎，苏欣怎么喝不动了？能喝。凯哥，我陪你一个，我先按为敬。敬凯哥啊。哎，别睡了！哎，没事，想睡回家睡。没有，不好意思，睡着了。主要是这通告出的太早了，4点半天没亮就让我们来了，一直等到现在。台词看了吗？看完了。想等就继续等，不想等就走人。等，您跟导演说不着急啊，我们能等，再等一天都没事。惯你毛病。不好意思啊。行了，苏苏，你睡会儿，没事，你坐，你睡会儿。我没事，我看一眼。啊，没事吧？我跟你说，我觉得这事能成，别等咱成了，成了以后我挨个喝死他们。什么？先生，请结一下账，628。多少？628。628？对。什么就是628呀？刚走这位先生带了两条烟。我所有钱就剩这些了。
我算了算，还能在这儿撑个一两天。我一会儿就去剧组，再看看有没有别的机会。我跟你去。去。不不不，你是艺人，你不能去。求人这种事儿，我来做。啊，你吃点这个，啊，还有水，你喝点水。梁子，不管我今后红不红，你没有做这些，我不会忘了。你敢忘？你要敢忘，我饶不了你。喂，凯哥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个副导演凯哥来电话了，他说这个戏的男三号。怎么了？定你了。定你了。你别七月，不错，我听小薇说了，这次补录的效果非常好。你和潘佳宁的 CP 呢，我会让 Linda 继续跟进的。如果播出的时候有话题，吵一吵未尝不可。马上要首播了，如果播出的时候效果好的话，我就用其他的工作推你。可是朱莉那边……哎呀，七月。工作和感情一定要分开才对，这种道理还让我告诉你吗？啊，总之，你按照我说的做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你才能一步一步的接近朱莉。不然，你以为朱莉是那种你说几句情话就能动心的女人吗？嗯，不是。你听没听过那句话？艺人动动嘴，经济跑断腿。光鲜亮丽永远是台前那位，脏活烂事儿全是我们来担着，追着人家后边擦屁股，人家还觉得你手脚不麻利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呀。你不会也变成这样的人吧？我一直都很感谢 Peter 哥为我做的这些。七月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圈子里最不缺的是什么吗？人。全中国那么些人，他真的以为自己是不可代替了吗？瞎掰！我能陪着他打天下，捧红他，别人我照样可以。喂。那你知道这个圈子里最缺的又是什么吗？资源。你现在什么都不差，就是资源差点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，就算是苏星的资源，我都能帮你抢过来，信吗？别的我不敢说，但未来不论我走到哪一步，我都不会忘记 Peter 哥的提携，我们永远会是在同一条船上的。说得好，来，谢谢。小歪，嗯，你这个米粉，辣而不燥，厉害。你
你给我的案本我可不是随便看看的，我里面加了秘密调料。是吗？什么呀？不告诉你。我看是加了狗粮吧。行了，哪儿都有你，你情感之路不顺啊，嫉妒人家。顺了，老顺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离路上都没有人，哪像我姐呀、啊。胡说什么？我说啊，你们两个人这个缘分，不就是男一女一在偶像剧里的配置吗？啊，哎，你主角光环啊，都已经闪到天边了，好吧？嗯，反正不介意你做我的姐夫的。啊，你再乱说，我以后不煮饭给你吃。啊，孙阿姨也差不多要醒了，我要过去看一下。叶老，有空常来玩。好，一定。哎呦，你们姐弟俩真的是，怎么招待客人在别人家里招待啊？我做饭啊。孙宇航，自己洗碗。你是不是想追我姐呀？我跟姐就是普通朋友。什么朋友啊？你这个眼神都出卖了你。啊，这样，